张女士发布的图片，豆芽、萝卜丝和米饭。她居住的酒店还供应早餐和晚餐。早上1块钱，晚饭25。还有馒头，馒头是一个花卷，一个韭菜豆腐包，蔬菜一个荤的，因为这边比较干燥嘛，所以我们只要有蔬菜，我们都可以了。前天。